首席上半呢，我们第一个乐天桃园上场的打者是林立哦，要帮林立加油。把我的速度加快，照亮自己，照亮别人，绽放胜利光彩。希望乐天桃园可以突破这样的僵局哦。那当然也希望我们桃园可以拿下胜利。那九局上半呢，我们第一个上场打者是林立，我们一起帮林立加油。好，看起来在中信兄弟的部分呢是没有换头的哦，在投手部分持续是今天中信兄弟的第二任投手李彦清。让球迷笑颜开。